照是要载我？对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可以啊，我是。撒手。可以，你不要乱叫，你会影响我的思绪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奇迹啦！走了，我们要出发去露营区了。好了，各位，这边呢就是我们今天住的帐篷 ，VIP 狩猎领山，好吧？哎，我第一次看过这么大的帐篷，说真的，这个叫我自己搭，可能看到没有，一望无际的海洋就在我们帐篷正前方。哎，你等我，你不要自己偷开吗？我不要等你，我怎么在哪里拉啦？来，我们来开箱我们今天的房间，好吧？什么叫做帐篷豪华版？有没有？一种大帐篷，房间归房间，然后这边还额外延伸出来。来，给各位看一下第一人称视角，是不是？爽不爽？舒不舒服？好的，各位，在开箱我们房间之前，我先跟各位讲哦，我们今天住的这一个帐篷，因为我们是平日来的，所以呢，一个帐四人房2800，那平均下来呢，一个人只要700块。可是这是平日啊，这是平日，好不好？嗯，哇，好凉！入内请脱鞋。好凉啊！呼呼呼！你看看，超强冷气，直接对着人吹，好不好？他这边有给一些气氛的人，我想看一下。哦。可是那个感觉不可以。没有，他这边还有那个小灯呢，你看这个灯怎么 ？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。那我们现在呢是稍微休息一下吧，等一下要去玩水，因为现在太阳还太大。你看我们在奇经可以看到这个八五大楼，有没有那一根长长的那一根？啾啾啾啾啾！啊！不追给吧！真真。让你仿佛进入到仙境里面，大自然的味道加上我的屁股的味道，哦，白痴哦！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哇哦，各位，这边就是我们玩水的地方，好不好？这边一条有没有像那个日本什么体能极限王那一种挑战的感觉？等一下爬过去的，对啊，等一下买 PK 好不好？这个地方呢躺着很舒服啊，可以不要让我看到你的正脸吗？你头朝那边好不好？预备 ，Go！ 哎，等下这个气不是很挡路啊！不行啊！跳不过来。各位，我是觉得今天这个露营区真的是还不错，因为豪华露营嘛，对不对？就像一个大型的蒙古包里面，
这个帐篷既有冷气，也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客厅。那他又帮我们准备了椅子，让我们可以直接坐在石头上面，然后看着大海，有没有？我就觉得这种感觉还不错啦。然后还有一个很加分的东西，就是这一个设施，30米闯关的水上设施啊！你有帐篷住就算了，还有这种水上可以玩，重点是包含在这个住宿费里面，等于说来玩这个设施不用额外付钱。我是觉得整体来讲还不错啦。等一下呢，就是洗个澡之后吃晚餐啦。OK。好了，好了，别挡路了，别挡路。好累。哎，挺火的。啥烧火？怎样？哎呀喂！干嘛啊？你就在偷吃了，你洗了腰裤没有告状？这里还有哎，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啊？好爽，被打屁股值得啦！那今天这边就是我哥带我来玩的露营区啊，还不错吧？对不对？有没有一种不是这种上面这么大哎？好了，那玩得开心吗？嗯，那个泳池我比较喜欢，它有那个沙坑，可是我比较喜欢泳池。Check it up.